雷达和跟踪目标距离较远，一般在900多公里，在此期间，手上哪怕一个很细小动作，目标都会丢失。 伺服和测距是我们大功率雷达非常关键的两个岗位，直接决定任务的成败。这对两名操作手的专业理论知识、心理素质、应急处置能力、协同默契程度要求都很高。正常任务时，云层回波信号、多目标干扰信号特别多，特别是在火箭一二级分离、星舰分离时。 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正确的选择，否则就将跟踪到火箭的残骸信号上。我和赵荣一起合作了50多发试验任务了，也包括神十和天宫测量任务，每次都是一场硬仗，压力都很大，但是每次完成后都很有成就感，因为我们很幸运参与到祖国的航天事业中。